各位爱钓鱼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d Horse 玛丽，欢迎来到我的钓鱼频道。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天刚刚亮，楚哥已经迫不及待下车就奔到钓点去了。今天我们来到 Summer Well 继续来坐钓白鲈，希望今天有好运气。我怎么也得甩一杆子表示我来过呀。章鱼，第一根就挂了。啊，我的功勋饵，拜拜了。今天这个门居然是锁着的，所以不能开车直接进去，从这儿走进去得走20分钟。楚哥带着电动自行车先溜进去了，我先把门票给交了，两个人一共8块，然后还捐了1块钱。刚才通电话说那边还要藏点水，那我就去另外一个钓点，因为124桥下我上一次在傍晚的时候我钓上来了2条大皮皮，所以呢我就想省着这20分钟走路的时间去那边看看鱼情。真是有意思，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，4:40闹钟响，脑子里过了一下，哎干嘛呢，再睡会儿呗，一想哎我要钓鱼，我赶紧爬起来了，希望今天能够多钓点鱼啊。上一次跟楚哥过来只钓了1条鱼，我血亏啊，感觉不靠谱了，感觉这个水非常非常深啊，这个水涨得太深了，是我第二次来，我之前都可以走到那下边的。应该是一只 Coopers 库百世鹰。我去，挂底还需要稍微有点流水，这儿没流水啊。哦，都已经干巴了，然后这一片就是被猪拱过的，走不定走1个小时。我去，我现在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有道吧，是不是有人走着的，这肯定是啊，他们用的是 drop shot， 这上面挂了一个亮片吧。哎呦，嘿，多练颈椎啊，腰椎啊。这有一条大蛇，蜕的皮。嗯，看这尾巴这么秃，难道是响尾蛇？要么这条蛇以前尾巴断过，感觉不像是响尾蛇哎。这个拉力应该是白鲈，上鱼了，大哥，快来呀，大哥，我骗你，我骗你，我有必要骗您吗？如果像上次一样只钓到一条，那么最终我还是会把这唯一的一条鱼给放了，他的生死取决于我还会不会钓到更多的鱼。谢谢你啊，你是我今天钓到的12条鱼，我又加了一个千头钩，这样的话呢我用2个千头钩来钓，可以让我的饵抛得更远一些，多覆盖一个水层，但是呢如果要是挂底了的话很可能蛋打鸡飞，这下我就能抛得很远啦。哦哦，好啦，一下2个饵都没了，用2个饵换了这1条鱼，哎，上鱼了，太棒了！感觉还是白鲈，但是我怕它钻草、钻树枝里边。
个儿应该还不小呢。但是，哦，就是白鹭。那这家伙挺横的，还几乎是落水鸟呀。第二条，哇塞，啊，好肥的肚子呀！谢谢你，宝贝儿，又是一个正口。500条的第14条鱼，好肥的肚子。好嘞，继续甩啊，看看在这个坑里边能保持出来多少条鱼。哈哈，上鱼，赶紧拔起来。哇塞，这条感觉还大。哇塞，这条劲儿感觉更大一些。下边树枝的结构比较多，我得尽可能的让它早点上岸，杆扬高一些，就靠杆子，这根杆子卸力了。好嘞，这是一条偏小的白鹭。但是应该也是够尺寸的，应该是一条雄鱼。好嘞，这个地方就是个鱼窝了，又是一个正好。小两口自己待着啊。我挂底，我还以为是个落水鸟，这下应该没戏了，弹是弹不出来了，能升拔了。又拿一个饵换了一条鱼，这根杆子真不错。量一下鱼的尺寸，这条我估计有14寸，14.5，13，这条肯定也就13喽。没错，那就对不起了各位。既然大家都已经聚这么多了，我是会把你带回去吃的。希望你们有更多兄弟姐妹过来。上鱼，很明显的叨了一口，怎么感觉像大嘴呢？哦，还是白鹭，但这条比较小。第16条 ，Hello， 4条，啊，这里我以前没去过，第一次来。我也是第一次。啊，越走越远，它越走很里面。对，我觉得太远了。对，成本有点高。对，玩玩好了。好嘞，开车注意安全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嗯，对面树枝上了，还是没能摆脱挂的命运。白鹭其实挺好钓，关键就是找鱼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抛竿稍微抛的不对，或者在水层，弹回来了，嘿嘿，好极了，水层位置不对就会挂底啊，抛的技术不够好，挂到对面对岸的树上，这些这就是钓白鹭的一些难点吧。哎呦，这个风吹的哟，有咬口了哈，嘿嘿。好极了，好兆头，好兆头！啊，完蛋，落水挂，我去！哎，弹出来了！哎呀，这是个是非之地啊！您了，我以为我上鱼了，我去，我还准备炫耀一下呢，准备炫耀一下，哎，你看落水鸟吧，厉不厉害呀？哎呀，终于知道好杆子的差别了，我现在拿这个已然是有拿烧火棍的感觉了。
这就是带两根杆的好处哦。欧阳在下游上鱼了，在这个位置再甩两下，如果要是没动静的话，我们也朝下撤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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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第五条。还要量一下。对啊，我带尺子了，然后起码能够知道最小的鱼合不合规呀、啊。可能这里鱼都大，我在这边瞧一下。但是我觉得，哎呀，这个鱼还是不够密，搞了这么长时间才钓了这五条。鱼多的话，那不是早都十条有了，坑里边就清光了呗。我是看地图这儿有个三岔口，我在这儿钓的。哇，又跑了，这个钩子不行哎。完蛋，唯一的一个亮片了，我靠，挂了。啊！咬口哎，这个轮子我忘把它给上紧了。欧阳那边上鱼喽，吼吼。我的东西应该都拿了，是的，我也没有留下垃圾啊。赶紧走，欧阳几条？两条。两条。还有一条皮皮。哇，还有条皮皮啊！你看，白肚很大，皮皮也大。太好了，厉害厉害！这个肚子比我那条肚子还大。还大一点。啊，漂亮漂亮漂亮！这个肚子都是那个。都是鱼子。鱼在里面。对，漂亮。三杆两条，你看你这效率多高，我说你是女神吧。哎，我打钩了，这是跑的第三条鱼了。来了来了，漂亮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后来鱼口就没了，最终我钓了五条白鲈，欧阳钓了两条白鲈两条皮皮，并且把那两条皮皮送给了我们。这是个小狐狸吧？小这儿啊，对啊，这是个，哦，是个山猫哎。对，短尾猫，是野猫，但不是舍利啊，应该是 bobcat。 这是我头回见的野生的，真够大气的啊，一点都不害羞。